今天还是玩连环套，兄弟们看好了，这边全是瓶子，这一波咱们直接拿上一个蓝瓶子，把它放到一个红瓶子堆里面，然后我们再拿上红瓶子，把这个红瓶子放到蓝瓶子堆里面，先让对手感觉到懵，然后我们再转动一个红瓶子方向，让它显得很怪异。接下来咱们拿上一个小人人，然后放到这个公文包后面，这一波就叫做转移注意力。接下来再变成一个罐子，然后躲到罐子群里面。小老弟，直接来二楼吧。你在楼上干啥呢？搞得现在，哎我去，这么多瓶子，你有毒啊你！你知道哪一个是我吗？哎，别跟我嚣张，我跟你说，我，哎，你分析一下呢？啊？分析一下。你没发现那个蓝瓶子里面有一个红瓶子吗？蓝瓶子里面有一个红瓶子。啊？哎，你这个也太暴露了吧？你怎么一点？我说蓝瓶子，我没说红瓶子里面有个蓝瓶子，我说蓝瓶子里面有个红瓶子。我带你到楼了。哎，现在不上套了，小老弟。我就知道不是你，你不可能藏这么明显的地方。啊，我发现疑点了。啥呀？文包后面是不是？啊！别！我好不容易藏一个这么好的点，你能不能让我赢一把？我不管，你给我出来！我要。我不出来。出来是吧？吓死了！哎呦，不是我，也不是你，到底变成了啥？我给你个提示，好吧？说，你去看看红瓶子有没有细节上的变化。你去看看红瓶的啊，一个一个看。嗯，细节上的变化。对，啥也没有，你别想骗我了啊！咋的了，孩子？哎呀！咋的了，孩子？我，你不是这些瓶子呀！我不是。